TV 一号台裁判员王航，记录裁判员孙百惠、冯楠，运动员温福壮、曾斌。下面比赛开始。你好，温福壮。你好，曾斌。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曾斌获得开球选择权。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中国体育直播 TV 平台观看英之故乔氏杯2018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山东临沂站第七比赛日 T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早上好，我是阿苏，苏新元。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清勇。张指导，上午好。阿苏你好。嗯，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来自湖北武汉的曾斌，对阵屏幕右侧来自山东本地的球手温福壮。对的。比赛采用140分钟限时，25局13胜，双方轮流冲球。比赛开始，第一局曾斌开球。曾斌一上来开球，有球进袋。嗯，现在这个白球位置上方有一个六号右上角，右边有一个红三，它红三角度还稍稍有点显大，并且球台下半一样这个位置啊，下半台的位置啊，四号并不是很靠下啊。在昨天的比赛，曾斌是13-6战胜了杨海，温福壮是11-10险胜了名将吴昊。对，所以两位球手呢，本场比赛是64-32双败淘汰的胜部比赛，获胜的一方将进入到本次分站赛的最后阶段32强，而输球的一方呢还有机会在败部有一场突围赛。这杆球右侧用的还稍稍有一点点少，四号角度有点大，可以尝试打进四之后呢，白球借一下12号的力，然后再上去。10秒。并没有发力打啊，选择了一个最稳妥的方式，就直接拼一个长台。嗯，进攻一号，平时我们爱好者常说的5分点。好像还是有点直啊。曾斌也是前面看了一下，打五呢，高杆上去，七号球是不是要叫一下右边中带？关键就是太直。嗯，10秒。如果说可以向屏幕右边稍稍的蹬一点，也是可以。太直了，力量已经是不小了。低杆横台右边还是有对方的花球。
总兵看到这个位置，那十号跟十五之间这个风机看着挺大，但是一旦出杆的时候也不好控制啊。对。要求白球是比较细腻才可以。而你从上方吃顶库和右边边库两库下来，这个位置也是很难走。十一、十、十五都有可能让白球遇险。嗯，好球，这个分体角度判断的相当准确。曾斌这个状态一上来还真是不错。嗯，是。底带能不能稳住？上来，曾斌没有给对手机会，1-0。在这里感谢乔氏、中式八球台球桌、企鹅直播平台、中国体育直播 TV 平台、LP 球杆、野豹台球杆、威力台球杆、波茨杆、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雅乐美台球、纳布斯台球专用纳米擦杆布、90000级球器、优泽智能球房系统。以及爱跑光影桌球等合作品牌对赛事的大力支持，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查询比赛的相关信息。第二局，文福壮开球。开球时机，这一上来本土作战的温福壮冲球开球时机，选单色14号就牵制了1跟3，6-4不明朗，看看要不要打，还是要打。嗯，选花色，你看十号球校位也是个难点，是先打九顶起左边中带下方的边库，还是打15右下方底带先调整一个其他的角度，看这个架势选单色的面还是大一点。嗯，因为从这画面上看啊，有可能红三右边中带还是没有挡，下边4-6之间的4呢，右下角底带可以校位。现在这个2号位置也可以往回拉啊，争取先校4，校4有机会可以把6号也解决掉。如果红三右边中带10号确实是完全没有挡，那黄一的问题应该也是可以解决。这该留4号球的这个角度就很关键了。对，能向上一点点是最好的，比如说我轻轻带一下黑八都没关系啊。嗯，对，就尽量让6号球的这个周围啊稍微开阔一点。对，三，再来判断还有吗？是不是打一个3个球的组合呢？啊，这杆球 K 过去那个花球啊，有可能对红三是有很大影响了。嗯，这边来看很微妙，这个位置关系。对，
这颗球如果说确实是将将咬住一点点啊，也有一个机会可以双接力啊，比如说先碰十三包边，再碰十号球的包边，这种球是有机会可以进的。然后呢，十号跟十三离这个中带的位置比较近。五，延时。撞十三，撞十。好球，哎，白球多了，杆低了啊。十秒，五、四、三，也没什么好进攻的机会了啊，做一段防守。文福撞这边的花色的位置啊，右边的十三和左边的十一，十一号问题还好解决，刚好九号球啊，有左边中带向下可以顶开，先上来做一个防守。一个两库勾六号球右上角底带的机会，大概要打到咱们现在这个乔氏的刺绣的文字的左边一点点啊。原则上是不允许碰到边库的那个十一号球，这杆十五号啊，看角度合适的话，右边库边带一下十三，对，太厚了。这一上来主场作战的温福壮，感觉有一些紧啊，或者说不太在比赛状态。除了刚才有一杆布局，那之前上手的两杆球都打丢了。温福壮本次比赛打进六十四强，也是自己职业生涯以来啊一个不小的突破。对，十秒，那这边曾斌的一个长台也是没有打进啊。可能还是要做一根防守，但是这位置稍稍的有点别扭啊，小心身下啊，带一点低杆，白球往回走，有运气，当然这个不是本意。再来轻轻一点，
曾斌先过来看一看线路跟角度，到底我要用什么球杆啊？是跳杆还是打杆来去勾？薄边啊，能不能贴到一？这杆也是解了个薄边。白球，有这个力量太重了，但是运气还好。对，稍稍有点失控啊，这个球这么打。那看这个角度还是有点大，那么低杆控制得住呢，下来先去带一下十三，对，避过中带口，杆法又低了。那这个角度从我们现在观察的这个角度来看呢，看着比较简单或者相对简单一点，那选手们要打的时候，一旦杆法打得高了，很容易避不过中带右侧中带带角的位置，对，力量大了或者角度打法的时候稍微太低了之后又擦着这个目标球过来了。是的。这杆球还有机会贴着黑八过来，再向上去 K 啊。杆法不要特别低啊，这杆球直接打中低杆下来上去就行了，它会自然的形成一个角度。如果你带上一个左塞的话啊。吃库之后效果就会大，哎，太多了这个低杆，就是打完之后的分离角判断的有一些偏差。温风壮我觉得应该还是有点手紧啊，当时现在的判断跟杆法结合不统一。嗯，再来带一杆，轻轻一 K， 底带能拼一杆，十秒，曾斌又来机会了，不要想太多，带着中低杆打。嗯，有点运气，这杆球走多了啊。他为了保证这个力能打得透一些，他加大了一些力。两个人都紧。白球，第二局2-0，曾斌胜，比分2-0。
第三局，曾斌开球。十秒。上来两盘球啊，这边曾斌是先拿下两分，温福壮很明显还是过于收紧啊。对，毕竟也是主场作战，很多的亲朋好友啊，本地的球迷啊，甚至于说球房老板呐，对吧？对他寄予厚望，也可以理解，人之常情嘛。没错，人在有欲望的时候想表演，对吧？想追求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紧张，就越想打好。往往又有一些差强人意，是，可能放在这个大的排场里边去打可能还好一点。嗯，一上 TV 台有直播，有录像视频，有网友，有朋友啊，对吧？全国观众在看，这个压力真的是不一样。但是从曾斌第二盘最后衔接八号。嗯，虽然打进八号了，但是那个力明显收了，就感觉在打的时候，曾斌其实自己也不是很自信。没错。看会不会，因为毕竟是早场的比赛，在双方打个六局到七局之后，哎，进入到一个有好转啊。嗯。先热热身啊，投几盘，找找状态。没错。这杆球还带了一些的右塞，控制了白球的分离以及弹上来的速度。这杆球留一个白球，打十一。向右上方分离的角度，这杆球一定不要力量太大，带开十二号就可以了。这个角度，如果打九衔接不太好的话，可以带一些力。对，那就看你够不够准。白球从四七中间，嗯，我还好有一些小运气啊，左上方挡着对方最少两颗球。七号左下方底站，非常直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位置，二号有机会可以去破坏对方的球。那红一帮进的话，这个白球停在上方也是容易给对方留机会。啊，曾斌是选择了一个五号，右上角底站啊，啊带一些低杆可以去 K 对方球。这个打法跟想法都非常好，并且运气也是不错，对方十二号就差一点儿。
停在了中袋的够打的位置啊，现在还是不太够，肯定是要下低杆轻轻的带一下包边的。好球，但白球还是有向下的角度。对 ，A8右上相反底带有没有？哎，不然的话还需要从下面再上去啊。嗯，如果你继续叫左边同带的话，那五号位置是特别尴尬的。不行，下反赛啊，叫右边中带。跑三库。哎，看看位置。跑三库。盘上来中带有，其实我刚才想说可以跑三到四，就把白球尽量往这个弹完库边之后奔一号球这个位置来撞。嗯，我还没有张嘴呢，温福壮打了，出杆也是节奏比较快啊，也是拿下了本场个人第一分，一比二，比分一比二。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4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第四局，温福壮开球。白球呢，现在稍稍有点靠库边。10秒。7号。五。来看右边中带，传红三。还是打得不够正啊，这边传球的位置呢有点薄。白球上方吃两库再过来，轻轻一点，这个位置看红三，这个位置刚好是有机会，应该是可以去轻轻的带一下二号，打包边。效果还可以啊。不行就后把或者加杆器，对，别勉强。哎，这杆球白球又出问题了，人没上来啊。这个二号球右边中带难度还是有的，要不然白球呢从屏幕左边的话上来，二号打底带会更简单一些。拼，好球，嗯，成功了，准啊，那继续。如果说啊，张指导，你说这个温福壮，嗯，他在精确的这种交位上啊，
今天的感觉不太好的话，索性你平时训练的或者对抗的时候，自己的一种进攻方式，你都放开打就好，大刀阔斧，对、啊，也不要说因为我在今天在 TV 台，或者说我到了64了，这我稍微尝试的，原来我底带能打进，我非得说强制叫个细微叫一个啊，反而打着打着不像你自己了，就是个人风格有点变化了，对，为了比赛而去改变，在比赛中尽量不要这样去改变，可以练习中去改，那比赛输了你就明年了。因为跟张指导私下里我们沟通的时候也说过，有的球手其实平时球风挺快的，挺犀利的，对，节奏也挺好的，一到比赛的时候就收了，或者有战术或者怎么样改变了，开始改变，其实他自己也别扭，也别扭，打得也不好，最后现实的时候差可能10分钟15分钟落后的比较多、嗯、哎，回到自己最熟悉的节奏反而打得特别好，反而流畅起来，对，那你就做自己就好了。看他温福壮这一杆左上方的底带的拼球也非常准确，那你既然状态那么好，那就打，对吧？这两位球员其实我觉得能打到这个位置，在以往的这个分站赛里边呢，就是偶有出现啊，不是总有啊。嗯，那这回打得这么好，肯定是状态不错。嗯，这杆球效果相当好，100分了。那既然你喜欢或者你更习惯这样的方式，那索性就叫到火力范围之内对打就好了。或许是你前面都是这样赢下来的，对吧？嗯，你从这个300多一直往里进，对吧？一直打到现在咱们的第三阶段，保持住就好了。是的。第四局扳平比分2-2。第五局，曾斌开球。双方现在也是打成了平局啊。嗯。两人这个球风还真是有点像，只是前面的话温福壮是有点收啊。是。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压力啊，有点收紧。这两盘赢下来之后呢，比分一平，应该会自然的放松下来。从两位球手私下里交流以及平时接触的性格上来看呢，曾斌还是要比温福壮呢更沉稳沉稳一点。对啊，温福壮的温福壮这边呢，这个刚开始可能稍微有一些稳啊，或者有些紧，但是温福壮更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有那种小情绪或者小的那种气质，就是我打好了之后我挺疯的，有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这个能跟球员的性格有关系。是的。
主动求稳。哎，这杆黑八撞下来，七号球这个地方是不是左下角可以接力了？应该是可以的啊，直扣接力。白球，哎，这个球运气不太好。这两杆的击球的温福壮球杆皮头接触到主球的声音来看啊，温福壮的感觉状态慢慢的开始回升了，也逐渐打得放松了一点点，因为比分扳平了，压力少了很多。这杆就想清楚，十秒，如果角度啊，如果角度合适的话，白球可以把九号球稍微的挤一挤，尽量不要形成自己出杆的障碍。这杆跟我想的还不太一样，我想的是推下来，稍微就蹬下来，先打五，留角度之后横一点点，从三号球左上方底带，打完之后呢，主球从现在白球这个位置下来，衔接八号。球，第五局温福壮胜，比分3-2。第六局温福壮开球，看白球位置，啊，这个位置也是不好了，稍稍带点扎杆，十一号左边中带，好球，哎，看白球小心。很危险啊，差一点掉带。
曾斌这个打法也是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啊，放一个位置，算上这个防守啊，就是给你漏了一半的机会。库边十二号，你拼，你拼不下，我这个单色局面也是打得开的差不多了，我再来拼。看来是等到机会了，对，等到机会了。右上角二号，黄一是后斯诺，肯定不会打。二号球，我觉得目前啊，这场比赛从这个进攻状态上来看啊，曾斌手感啊会稍好一点点，然后呢，从击打的这个态度上看啊，更果敢，有点主动的想拿到比赛主动权。当然，更多的是你虽然有的这个想法，但你这个能力好像。至少目前为止，曾斌还没有展现出说我能够足够的控盘或者控制局面的能力。对，总是说我先上手，但是打着打着，十秒就得断了。你看，又来了。这个主动的这个情况啊，跟他得分情况还是不是特别的统一。战略方针是对的，但是你在战术实施的过程当中。总是出现偏差。对，这边也一样。两位球员呢，一个曾斌准度还稍稍有点下降啊，温福壮还是白球的到位率呢不高。就是打起来总是特别难的球。再拼十五号，又没进，中带四漏没漏，漏机会了。曾斌要考虑下方的六号跟松三之间的这个情况了啊。看要不要打进之后再把对手的球踢到库边，哎，我先保险一点。对，先帮你去做一个后面进攻比较难的球，而且踢完之后自己出杆的位置也是很舒服啊。是的，两库，看看力量，还是有点多，过多了。对，少一点打七，从下往上。还有机会可以去把三六位置去处理一下，最差可以去停到五号那儿打七，从下往上。他本意也是想先叫五号球。嗯，现在还要从上到下。对，再过度了。哎，方向，过来看一下。他有想法，可能想要做球了。对，传一杆啊。传完之后，这个六号球的力量控制得相当好才可以啊，因为它行进方向是向十五那边走的。六号，还是后，没漏机会，而且我们看，刚才被。曾斌贴到右边边库的这个十二号球的温福壮可以尝试现在来去处理它。嗯，而且三号球停在了右下方脚带附近，温福壮可以有机会，我帮你借力都可以。对，减少了温福壮出杆的压力。
当然够准就不用接了。说到接力也很有意思，张指导，嗯，就是我们平时像业余爱好者对抗的时候，我就经常出现，对手有个戴口球附近啊，嗯，我眼睛都快瞪瞎了，然后奔着那球去瞄去，空心，空心也漂亮，但是如果说不借开，后面没得打，那就对呀，对呀，就是想接力这把带会闪开嘛，还煞有其事的，还纸带呢，我们对啊，就要接力啊，或者是目标带，对，还得我还得特别的耍帅，我说接力啊，闪开你的带口，还跟人吹呢，这个就是要多打了，真的，嗯。而且借力的这个厚薄啊，又包括一些杆法啊，也会让你的目标球行进方向有些改变，要多打。有的时候你越想接还越不接不到，没错，绝了，还是缺练，手底下没谱。对，4-2，文福壮胜，比分4-2。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第七局，曾斌开球。这个还行，我估计八号球奔着撞的时候，温福壮心里边得一激灵。对，太危险！哎，什么情况？他激灵了啊！但是这个球确实是真的不难啊，就是你可以说你不好交位等等理由，但是没打进，太意外了。前面宋小宝那个小品啊，嗯，吓得我一激灵。啊，一大早咱们也是早上看球，可能还是比较辛苦。嗯，稍微咱们也是调侃一下情绪啊，这个气氛啊。而且今天，今天这个临沂也是绵绵小雨，是吧？对，你来的时候下雨了。下雨了，昨天晚上就下了，凌晨就下了。怪不得，早上我来的这个时间的时候还您比我早一点啊，对，没有下雨。但是看到地面上的一个水了，嗯，有痕迹。就曾斌今天打得有些闷啊，嗯，过于的有些压节奏。一上来其实头两盘还行，气势在那儿呢，能看出来他特别有信心想打好一点，包括 K 球等等。但是后面出了一些问题之后呢，包括准度上的一个下降，我觉得肯定是自信心上有一些打击。嗯。右边中段还有的打，可以下点低杆的，轻轻的顶向外，不要力量很大。白球，还行。利用点低杆的左边边库起来较久，尽量的较直啊，或者一点点向右也行。打进九十号左边中段，这盘黑八号刚好带口嘛，对吧？我觉得这个球就不要想走两库了，就直接较一个九左下方底带就好了。有几个球值得商榷，曾斌打得有些过于保守。
这杆的话，你左边蹬一扣起来叫左边中断，还是直接走到左边叫右边中断都行，只要叫一个舒服的白球位置就行。应该是中带了，从他打点的这个位置来看，如果要打第一杆从十号就左边弹上去，他肯定稍微翘一些杆尾。很稳啊，这球看着不难，擦下白球防止静电。对，曾斌需要一个现在释放自己压抑情绪的一个点，一局。3-4。第七局，曾斌胜，比分3-4。谢谢。第八局，温福壮开球。这一盘单色球的局面并不算难，先来看选球吧。对，就是本来上盘是温福壮先选，但是一个特别好打中带没打进。嗯、对，先是八号球被无意识的 K 到了带口边上，自己心里紧张了一下，可能这个情绪还没有释放完，然后就出杆了，红三左边中带晃带出来了，就注意力这一块没有集中。是的，现在呢，打六机会可以叫黄一的左上角底带啊，留一点点向右的角度、嗯、下低杆开黑八，这是前面的构思。看看曾斌也会不会这样去想。如果说可以打黄一把黑八给用低杆啊 K 出来，那后面的球就不用想太多了，正常去交位就可以了。其实八号球的衔接有两个吧，三或者三个啊，五号。三号、一号都可以。嗯，有问题的话，反正就是要争取先解决。对，不要往后面放。这中式八球的特点就是，你非做不可的事情一定要早做。他不像斯诺克，我超分了之后，对吧？我在后边再表演。这个越打越少，你最后的办法越来越少。是的，或许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只能翻中带了。就是以前我刚接触中八的时候，嗯，小伙伴经常说：“哎呦，今天没被张指导打七星，哎，五星啊，三星。”那个时候真不懂哈。其实你剩满天星或者剩一个都是输嘛。对。嗯，看有没有机会。有。现在打顶岸区这颗球，带开八号。杆法不要下太低啊，因为这个角度跟距离呢，会说。基本上中杆下来一点点就过来可以了。看白球太多了，平黄一了。左边二号的话再看一眼，二号感觉上啊有的薄，有的薄，有的薄要看白球的位置啊。然后还有就是黄一，那推两库叫黄一右边中带，过头的话叫底带。哎，球杆上扬了。这颗球啊，
自由球。那他的判断肯定是要吃到带角附近的啊，就不会说直接掉带。瞄的这个点位是对的，稍微的出杆速率再快一点，打一个搓的感觉，就能避过中带口。但是一出杆，对吧？这儿绕着那球杆往上一挑。是的，个人习惯啊，是号还是带一下？运气不错，效果也可以啊。打十二再过渡，直接往上去叫就可以了。我觉得不要太保守，这颗球你叫大范围，比如十五号的左边那颗也是行的，九号左边下方底带。温湖壮是瞄了一个十五左边中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打的还有点保守。你右边十四那个过渡球其实特别好，你如果叫九出问题了再调一杆。现在防守了，这种上手就可以去拿分的机会，真是不应该丢啊。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来看确实是能力的体现，我觉得还是判断确实是没有想特别好。因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啊，这东西高下立判的。嗯，对的。犯规。这盘来看一下啊，青台自由球的局面已经形成了。还要顶黄衣吗？没必要啊。这颗球打的啊，就是我是铁上加铁，合金。非得杂耍一下啊！保险系数达到99.99999，不过看你后面白球位啊，千万不要出问题。可以低杆往回拉一点点啊，或者是你往前轻轻推一点点，就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上方黑板的位置还有点小尴尬的出杆的位置。可以。我要是温福壮这杆自由，我先把这个左下方这边的十三号打掉，然后都是半台再去围。对，有个次序啊。我不会这么打着这么累，最后叫这么大一角度，因为我打不进去。是在这个尤其是这么说吧，刚才那个位置可以叫黑八左边中带，对呀、就叫简单一点。但之前说了，就是白球，白球，哇，太危险了！就是温湖壮可能就是武力让我精确的，我可能有想法，但我做不到或者做不太到，那索性就我平时怎么打，到我火力范围之内我就怎么打。是这个意思啊，大刀阔斧。第九局，曾斌开球。犯规。先后自由球。不知不觉啊，来到 B
比赛第一个暂停之前的最后一局。哎，这杆的防守可是做得不好啊。对，要不然你就左塞一点点停到四下面，右塞多一点点停到七下面，这杆球的话是刚好没有挡住啊。那这种打轻薄边白球弹库在反弹贴上，嗯，这此中左球高手我吴昊、吴振宇对啊，石汉清、郑宇博、杨帆，这都是此中高手。对，他们这火候拿的，因为我这次临沂站之前也是提高自己业务能力，看了大部分的比赛，每天一闭眼全是这个绿色的台泥，然后滑球在这转，是吧？看了好多精彩的比赛，这此中就是我倾力打目标球薄边，反弹库边之后再贴上。嗯，之前这几位的选手都是绝对是、高手、顶尖高手。那这种球的话，看距离和球形吧，有些不像看着那么好打的，嗯，要功力。白球，哇，这个球打的，啊，效果是不错啊。今天温福壮，咱讲道理，起码这前几盘运气不错，白球几次离袋口特别近，挤过袋口而不入。对，黑八前面有一盘差点直接前面 K 进去。如果这样的话，持续的可以给曾斌施压的话，温武壮今天我觉得还有很大希望可以胜出的。嗯，咱们前面就是先预判一下，曾斌是也是一样啊，必须把自己的球打出来才可以。这始终感觉被束缚着，关键是老掉啊。嗯，自己老掉啊。你像这个温武壮，其实有些地方也是没有白球到位啊，难度变大了。但是关键球黑八大板脚，对，拼下了，对吧？咱刚才也说了，他有那股劲儿，就打不好归我打不好，但是一旦我说我率先进入到了我的比赛状态的时候，可能有点不讲理呢。嗯。平时性格也是特诙谐、特幽默的一小伙子。当了父亲也是沉稳一点了，平时半夜发个朋友圈什么的，那闲嗑唠的。因为我平时睡得也晚嘛，对，我有的时候跟大家沟通也聊起来，挺有意思。好局面。打六啊，左边边库高杆推库过来，叫黄怡。这杆球留一个从上往下角度是最完美的，看看位置，可能还要跑窟了。嗯，去上方顶岸了，要走啊。对，会不会带一些左塞跑两库下来，或者直接就从九号球左边下来。哎，好球，擦着白球，6-3，官方暂停。温福壮胜，比分6-3，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
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波刺杆更适合打中式八球。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波刺杆，我挚爱的武器。波刺杆，更适合中式八球。波刺杆，中式球杆开创者。波刺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爱跑强势进化，2.0版震撼登场。爱跑将1.0版本的硬件设备进行了集成一体化设计，使安装更加简便，外观更加轻巧。软件脱胎换骨，娱乐性更佳。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00-147，转二。开始了。比赛继续，第10局，温福壮开球。暂停之后，我们来到双方第10盘的较量。在前9局当中，现在是温福壮6-3领先曾斌。比赛采用25局13胜140分钟限时，现在比赛时间还剩83分钟。角度走得略微有一些小，看要不要低杆往回一点，衔接时好，准。打10号，白球有机会稍稍呢顶一下8号球，下低杆进攻底带，还是准确啊。别强求，其实这杆球可以直接先下来啊，推2库下来，先把下面的11号打掉。这样的话，白球还得夹着右旋转，交位的话增加难度了，还得拼。好球，犯规。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白球这回起带了。自由球。打得开放一点，上来摆个一，
第十局，温福壮胜，比分7-3。谢谢。第十一局，曾斌开球。刚才也是上一分，曾斌特别好的局面啊，但是在交位的时候有一些略显。怎么讲？没有考虑太清楚。这中段也是挺可惜啊。嗯。因为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跟两位球手我们在一块聊了一下，简单聊两句。嗯。我说这个老曾怎么这么紧呢？他怎么说？一句话怼我。哎，阿苏，我可不紧啊，我就这水平。是他打的臭。要不然的话，我这发挥他早应该赢我了，7-1啊，7-2什么的了。嗯，这两位选手也是比较好的朋友。有的时候这个球员呢也会自我调侃一下。嗯，就放开打就好了。是的，你平时训练对抗是什么样的水平，或者你更习惯怎么样的打法跟交位，你比赛当中你就展现就好了，不要想到其他的话，球迷怎么说我呀，怎么喷我呀，怎么别人怎么看我呀，对吧？你怎么做都会有人去评判的，既要卖脸朝外，不要太想别的，就像张指导之前说我似的，你要老把心思想在场外，嗯，你做不好。对的，现在我也有直播间了。嗯，对啊。我也是有一些固定的球迷和粉丝，对吧？其实有些时候这种东西就像你说的，有这个支持的就有反对的，对吧？众口难调很正常。你在场上发挥好的时候可能还好，一旦打不好了，比如说支持和理解你的人还好，但是其他不明这个情况的人，那就会说一些其他的方面的话，对吧？包括一些负面的或者反面的话，很正常。这是我对这个问题，就是我的看法是，人家说你也是希望咱们能做得越来越好，对吧？当有一天就我在职场原来上班的时候，我老板也跟我说小苏啊，我今天说你是我对你还有期待，对，第二次说你呢，我对你还有期待，是这个意思。但是第三次如果我不说你的时候，哀莫大于心死，你没什么出息了，就不说了。对，对吧？在一个比较客观角度说出来的这个话还是可以去听一听。对，旁观者清嘛，人家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个力量用的刚刚好。但是又没有什么好打的了。白球也没说下来比较多，看到四。上方二号球也是被挡住了。
改一下示意。二号挡带口有机会可以双下这个球，如果要继续进攻的话，嗯，不然就是轻轻帮进啊，做防守，控制一下白球，左防守。白球塞到了一个非常难受的位置，而且还稍微被挡了一些桌角。对，哎，张指导平时喜欢看足球？足球最近几些年都不太怎么看啊，就偶尔看看新闻吧。被也是被这个伤心了啊。这个对，确实以前可能是喜欢看某些球员，后面这些球员不再怎么踢了，就不太看了。就像当年看篮球似的，只看公牛啊，对，是吧？啊，看乔丹啊，看皮蓬，看罗德曼，看这些人。当然了，这么一说，好有这个年代感、画面感。对，要么咱俩同龄的，都是25岁啊。没错，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的这个四平站啊，就是咱们今年的第二站分站赛，这个时间啊，正好是俄罗斯世界杯的这个黄金时间。世界杯对今年的7月份，对，但是他应该是6月中旬就开始了，嗯，但是世界杯的时间很长嘛，他应该最后在7月14号左右结束，咱们的分站赛正好贯穿淘汰赛啊，半决赛，差不多就是比如16强开始啊，进八呀或者怎么样，对对对，咱们可以跟很多的朋友在四平啊看世界杯了，是吧？期待。嗯，世界杯跟我没什么关系了，这个事儿跟我关系不大，我喜欢的意大利被淘汰了，我跟淘汰没关系，我就觉得这个作息时间有点不太合适。确实确实，他们踢的点应该基本都是凌晨后半夜了，咱们这早上6点起床这一块没错，沾点够呛啊，我感觉。我是不看，因为这没有意大利了，我世界杯今年世界杯跟我无缘了，是吧？嗯，世界杯偶尔看的话，像我基本就是凑个热闹吧，比如说跟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对吧？嗯，交流。对，这边温服壮8-3领先，比分8-3。12局，温福壮开球。从这几盘来看，感觉曾斌战意不足啊，或者说有点稍微的这个无心恋战。从开始的第一盘还可以，到后面逐渐的，就是有机会打不光。嗯。
而且是有个别球还不太难打不进，所以说曾斌这个确实自信上有损伤和下降。温湖壮一上来是落后，追成2-2平之后呢，慢慢的是越来越好。对，就越来越好，可能我们看得到的更多不是说非常细腻的白球啊等等，但是通过他的一些准度的保持和依托，能打光。或者长台你给我留下来一个拼，我能拼下了。对。右塞，啊，左塞，看看过来。这杆左塞过来，白球的位置还是不算好啊。中单还可以薄，可以轻轻的顶一下红三啊，左边还有九号球过渡。比赛时间已过半，可以稍稍带一点点低杆。按一下回车，下面还有一个难度球啊，14号。目前它的左上方有红一跟黑八啊，嗯，叫右下角底带的话，这个白球位置是需要在黑八右边才可以，而且这个九号球角度还稍稍有点大。哎，球犯规，您看。又来了，对，关键球，而且局面都已经扫清的差不太多了啊。对啊，二号高杆顶，看看是不是顶14。温福壮其实他也说他的控制也特别有意思啊，嗯，跟前面跟自由球一样，对，我摆这个球就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你其中一颗球 K 的稍微靠后边一点，都已经形成了下意识了，对，就是我要给自己的进攻压力减少一点，嗯，一点点向屏幕的右上方的角度，这个球直接蹬过来啊！中单还有吗？六号，如果说角度不合适的话，就调底带。有把握调中带的话，打六 K 十黑八最好后面不要出现一些问题。这个位置可以打底的，还是选中带了。高杆推下来，再上去看看位置，中带应该是没了。带点扎杆打中带，还是直接拼左上角。底带了，准。12局温福壮胜9-3，九比三。谢谢。13局，曾斌开球。
上一盘球，宗斌又是啊，在后面剩三个球的时候，白球掉带了。温福壮这边是抓住机会清台。虽然说最后的一个黑八，左门中带的教位没教到啊，有一点点小的斯诺克，但是还好，凭准度打进。温福壮还是更习惯这种啊，大开大合，对，少一些惊喜，但是我就靠这个准度跟熟练度来取胜。没错，有的时候球员是这样的啊，就像之前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看得出来温福壮想在比赛开始阶段的展现更好的这个控球啊，更细腻的一些功力在里边。但是我们开玩笑也说，你说你非让张飞去绣花，这也不太合适。你为了这个刻意的去表现，反而是要出问题，自己到了一个不适应的一个打法跟节奏当中。我们看后来温福壮调整之后，哎，这个打法更适合他，可能在有些教位上、流球上稍显粗糙一点，但没问题，我更习惯啊，这就是我最熟悉的这个感觉跟节奏。他已经养成了这个，不太好去改变，除非是能在个人的认知和理解层面上有一个更深和更高的一个变化才可以。也就是我对于白球的理解，整盘球的处理的思路上更深的一个改观。你看又是简单球失误啊，那这个我觉得温福壮应该就是单独交位了，因为目前从画面上来看啊，十一号叫一个左边的带口或者右边中带都可以。好球啊，左边底带，打开了。这角度合适啊，上去叫十叫九都行，叫一个底带先过渡一个。哎，也来了啊。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个比赛里边偶尔也会出现那种现状，就是幸福来太突然了，给你赢但是不敢赢。就这杆球他可能也没想好，我是小力，我是九还是十，九还是十，对对，多一点弹过来还是轻轻的叫九。这个局面真的相信好多朋友都可以完成清台了。右边四号球，这位置来看有可能角度有点点向下或者比较直啊，也就是说白球啊不太好去向上走去叫这个红色。那我就不强求留在附近这个位置反角度，薄一个，对，可能还是要发大力蹬了，走。九号，好球。这颗球的线路太危险了，再往右一点点就平到九号后边去了。现在还好，红三可以进攻，位置还不错。对，选择八号球的右下方的底带。4-9，第十三局，曾斌胜，比分4-9。
十四局，温福壮开球。大力去炸，但并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说也没有球下。曾斌现在是白球在左边库边的位置，一个传球。观察了一下六号球左上，是不是同样也有下？五号打进，六号有下低杆啊，继续再往回来叫二号，而且一旦二号角度较合适，同时都有机会可以把边库上的黑八给带出来。小了，这个球就是有点够，有点偷懒。嗯，用小后把的话，抽杆会更自然一点。对，你没有小后把，球杆长度不够，你得努着往前够。对，这力量会送得很短。对，那这样你是一库弹起啊衔接，还是说把力放出去弹两库？第二入库点呢是在左边中带的下方的位置。过来没有避过，可能又要断了。要不要拼一号球右下方地带呢？这球不打，这局面也蛮可惜的。心是对的，比分落后，尝试再努力努力。十四号立功了。这杆球白球一库，这七号球好解，但是也给对手留机会了。要跳球的话，就是三号球。看要不要这样啊？反角度，啊，做的已经很不错了。这一盘现在这个局面，温福壮很有可能比分率先来到两位数。最后八号球左上方的十号可以带也可以单叫。对，这杆直接来了，还是球多啊，打起来之后更放松。没错，比分领先，球多啊，局面好，带口球也多。嗯，怎么着我 K 完了之后我还不能有一个带口打，对吧？
那我得运气到什么样，我得 K 完之后没球打，变成一个裤脚斯诺克呢？偶有发生啊，偶有，确实 TV 台这个情况已经发生最少两回了，没错。这也是台球的运动的魅力啊，没错，变化有不确定因素在里面，没错，能力到了肯定是可以做到一些白球刚刚到位的位置啊，就是说局面也不错，但是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小意外，它会让你有一些悬念啊。果然10-4局温福壮胜，比分10-4。15局，曾斌开球。比分领先，局面也是因势利导，现在这边温福壮继续上手，刚才也是过来量了个线路啊，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去解决下方的花球，就是从下到下，从下到上，这球没 K 到、啊、所以这样我感觉还是他想的是两库从下到上去勾这个，嗯，如果从下到上，从下一库下来顶这个15号的话，你就算 K 到了，这15号还是在边库附近，球确实是 K 球线路上、啊、还有点欠妥，这有点确实得为难这个老温了啊，老温说我就喜欢那个原本设计、嗯、你非让我啊打一些细腻的东西很难为我，也开个玩笑，退荒一秒。本时段比赛也是今天，哎呦，这杆球好像有点静电，一点点黄一轻轻的转了一下啊。那本时段比赛也是今天第一个时段的比赛，也是64-32啊。咱们看到的这场 TV 台呢，是这个胜部的比赛，赢球的一方呢将进入到本次比赛的第4阶段，就是32强。那输球的一方呢，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还有一场败部的复活赛。是的。这双方都还有机会，只不过你是谁赢的，那就今天上午就放学了，如果说输球的一方呢，在晚上5点半还得补课，对，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这一场球或者这半天的休息啊，温福壮这边也是注意力不太集中，打丢了并不算太难的一颗球，
双方这盘机会也是互相来回了一两次，到底曾斌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呢？十，因为咱们是抢十三的比赛啊，嗯，一旦对手过十了，对于双方心里边都会有一点点小的反射的这种情况，就像一个比较敏感的点一样。蹬过来，对于领先方就觉得我再赢下来肯定离赛点越来近了啊，落后方也会这样去觉得，对手马上可能要获胜了，六分的差距，把四号打进，白球闪到六号球的右侧，两边都有下啊，包括中带也有，先后次序角度，由一个白球向上。还是感觉要去打这个五号啊，嗯，高杆推从上边的顶扣呢弹下来，自然可以接到六号球右下角底带。这颗球也没强球啊，其实可以尽量的想一些办法，将这个六号球叫的稍微直一点，或者白球往左走一点点。刚才。这个高杆打点稍微低了一点，嗯，这球打好了，正常是可以叫到一个比较直的六号球的，现在还需要横台发力，对，下低杆，是小头杆的球手啊，打这种球还是更习惯一些。十五局，曾斌胜，比分五比十。好了，十六局，温福壮开球。
这杆球白球有往左边分离的这个线路，是推弹还是敲杆尾？还是稍稍翘了一些杆尾。这一杆球打六号白球衔接七号球的时候呢，要尽量的让白球有个顺势往上的角度，因为二号球的右上方的顶带是有下的。这球好直啊，直接低杆了。本以为白球会可以衔接七号，这角度太直了，不好做球。这个七号球的左下方底带要尽量较直，要一定杆。八号球右侧中带，呵，球之前每一杆都铿锵有力，这一杆太温柔了。十六局，温福壮胜，比分11-5，开球清弹。第17局，曾斌开球。开球失机。这边曾斌也是开球失机。失机的。先来看选球啊，选择了继续进攻。过来顶一下，黄衣位置。如果说还能进攻的话，这杆可是相当好啊。对，打完了黑八都够下了后面。好球，中带。组合啊，关键球打开了，船稍稍正一点啊，不要太靠上。好球，节奏也变快了。对，本身应该就不是特别慢的人啊。嗯，看三号角度来调啊，可以372啊，较直，低杆拉回来，再打七，然后右边二号叫黑八。哎，高架，再往上推一点点，啊，白球争取过开球线，轻打，微微向右。杆法不需要太低啊，对，九跟十三号球的中间，对，弹边扣起来就行了。
率先赛点。第十七局，文福壮胜，比分12-5。谢谢。第十八局，文福壮开球。直接下来带了一杆，一个大比分领先，对，打起来现在也是稍微夸张一些，效果还不错。继续再来，上方带口的过渡一杆，哎，还在走，力量太重了，那这一杆就废了，对不对？他本意是留下来，拿三号去过渡二跟六其中一颗，是的，结果把七打掉了，而且白球就停在刚才，比刚才那位置还差，还要再来，继续上去再下来，看一看效果，看一看运气，因为这几杆说实话有点自然走位了，并没有控制。也就是说他的意图有，但是他执行的时候没有到自己想要的位置，还有就是判断上出问题了，就是他想要的那个位置跟他用的那个杆法是不统一的。应该是多少吃了点带脚啊，虽然说咱们这边暂时没看清怎么过来的，那如果没吃到带脚肯定是再往下的。再来，准，白球再出来，还能拼。你看，就在这种乱局当中啊，就那一下，对，特别给力，不掉。在一对一斗将，现在古代的武将一对一斗将的时候，可能我，跟你还差点。但是但凡我要在乱军当中，那你也追不着我。哎，这老温，杀伤力很大。我觉得这杆球可以胆量大一点。嗯，第一杆白球往上走多，叫到最上边都好。哎，身下这个可关键了。不行就下杆。我感觉要使劲趴，肯定是碰球的。把马甲和衬衫可以向里掖一掖啊。就是使下杆就完了。嗯，如果实在不行，我觉得就憋下第一杆往回拉了。嗯，打进就好了吧。确实这个位置太尴尬了。十秒，延时。勉强打进，然后呢，再拼一个上边的包球好了。进了。我就还是这力，往里切就完了。就小心一下右边下方底带好了。嗯，有把握就一点点的右塞，一点点，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是防止白球掉右下角底带，右下角底带掉不了，还好，但凡这位置要碰空，而且这点塞起作用了，不然这直接奔下面来了，应该没有咬到裤脚啊，没有，
十一号肯定能打，十四呢中带的话还是有些难度。这时候曾斌还不好上手呢。你就做球吧，八号就这位置影响手感，还不能做特别近。这球关键也太好解了，对黑八那位置很容易解下。好球，哎，没进。这个球从运行方向上感觉好像已经进了一样的。左边边控的一扣解球或者是一个扎杆啊，在这个十一号跟十二缝隙中间过去。一个是扎杆，一个就是左边边控一扣解球。十秒，选一库就是别双落。有，哎，好球！曾斌还有机会，中段还能打。看看白球落位，九号回来了，没问题啊。嗯，左边中段还可以推下，右边还有十号球过渡。这个球可以把十打掉，十三过渡，十一向下一个十五就好了。对啊，黑八在带口，你不用再考虑什么留衔接球再衔接黑八了。还是因为后面可能是自己打不好啊。十秒，比分落后太多，对手到赛点了。中带，哎呦，太吓人了！这个球打的，这球，这自己也乐了。没有必要啊，还能拼，没有打进，我觉得可以恭喜温福壮了。那温福壮就进入到了本次的32强。比赛结束，那么曾斌下午还有机会。下一时段比赛是在中午的12点，我们稍后再见。